皇家香港天文台在上午7:15发出有关热带气旋警告，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悬挂，表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，平均风力时速超过33海里。在上午7点，台风哈爾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5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7海里，直吹华南海岸。在过去数小时，哈爾移动速度稍为缓慢，预料哈爾将于今日稍后时间在本港以东约40海里海岸登陆。在过去1小时，长洲之最高阵风纪录为每小时55海里，大老山方面则为每小时50海里。请各位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，将窗门锁紧，若有可能请在门窗背后加上环栓，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，万一玻璃破裂亦可以减少损失。在可能情况下，请立即安排返家或至安全地方，请将汽车停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请勿打电话询问天文台有关热带气旋消息。本台在每小时的15分、30分、45分以及58分均有最新消息报告。切勿在屋内当风窗户附近站立，将家私及贵重物件搬离当风的窗户。请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，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。光管招牌物主应作出安排，截断这种招牌的电源。在上午7点，台风哈爾集结在北纬22.1度、东经115.2度附近。有关风暴消息经已播放完毕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在上午8:15发出有关热带气旋警告，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悬挂，表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，平均风力时速超过33海里。在上午8时，台风哈爾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5海里，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7海里，直吹华南海岸。预料哈爾将于今日稍后时间在本港以东约40海里的海岸登陆。在过去1小时，长洲之最高阵风纪录为每小时59海里，启德机场方面则每小时45海里。请各位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，将窗门锁紧，若有可能请在门窗背后加上环栓，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，万一玻璃破裂亦可以减少损失。在可能情况下，请立即安排返家或至安全地方，请将汽车停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请勿打电话询问天文台有关热带气旋消息。本台在每小时的15分、30分、45分及58分均有最新消息报告。现在应该已经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，以便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。光管招牌物主应作出安排，截断这种招牌的电源。在上午8时，台风哈爾集结在北纬22.1度、东经115.2度附近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在上午9:15发出有关热带气旋警告，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悬挂，表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，平均风力时速超过33海里。在上午9时，台风哈爾集结在香港东面约55海里，向西北移动，时速5海里，直吹华南海岸。在过去1小时，长洲及大老山之最高阵风纪录均为每小时49海里。在过去几小时，哈爾速度有转慢的迹象，并且向偏北途径移动，预料哈爾将于今日稍后时间在本港以东海岸登陆。请各位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，将窗门锁紧，若有可能请在门窗背后加上环栓，
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亦可以減少損失。在可能情況之下，請立即安排返家或至安全地方。請將汽車停放在最安全的地方。請勿打電話詢問天文台有關熱帶氣旋消息。外出人士如果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回家，請即找尋安全地方暫時躲避。現在應該已經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，以便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。在上午九時，颱風哈爾集結在北緯 22.3 度、東經 115.2 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播放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在上午10:15發出有關熱帶氣旋警告，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吹西北風，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在上午10時，颱風哈爾集結在香港以東約60海里，向西北至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5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在過去1小時內，啟德機場最高陣風紀錄每小時50海里，長洲方面則每小時48海里。在過去幾小時，颱風哈爾有跡象轉向較為偏北的途徑移動，預料哈爾將於數小時內橫過本港以東海岸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環栓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亦可以減少損失。切勿在屋內當風窗戶附近站立，將家私及貴重物件搬離當風的窗戶。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，以防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。外出人士如果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回家，請即找尋安全地方暫時躲避。在上午10時，颱風哈爾集結在北緯 22.4 度、東經 115.3 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播放完畢。皇家香港天文台在上午11:15發出有關熱帶氣旋警告，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吹西北風，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在上午11時，颱風哈爾集結在香港以東約70海里，向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5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在過去1小時內，長洲之最高陣風紀錄每小時49海里。在過去幾小時，颱風哈爾轉向以較為偏北的途徑移動，預料哈爾將於數小時內橫過本港以東海岸。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，將窗門鎖緊，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環栓，將膠紙條貼在當風的大玻璃窗上，萬一玻璃破裂亦可以減少損失。切勿在屋內當風窗戶附近站立，將家私及貴重物件搬離當風的窗戶。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，以防玻璃萬一破裂時可以躲避。外出人士如果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回家，請即找尋安全地方暫時躲避。在上午11時，颱風哈爾集結在北緯 22.5 度、東經 115.4 度附近。有關風暴消息經已播放完畢。香港天文台在下午12:15發出有關熱帶氣旋之警告，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懸掛，表示預料本港吹西北風，平均風力時速超過33海里。在中午，颱風哈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約70海里，向北移動，時速6海里，直吹華南海岸。在過去1小時內，長洲之陣風紀錄每小時54海里，大老山方面則每小時48海里。
本港下午将吹西至西南风，先前不受风力影响的地方可能受到吹袭，请各位做好预防措施，以准备风向改变。请各位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，将窗门锁紧，若有可能请在门窗背后加上横栓，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，万一玻璃破裂亦可以减少损失。切勿在屋内当风窗户附近站立，将家私及贵重物件搬离当风的窗户。请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，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。外出人士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回家，请即找寻安全地方暂时躲避。在中午，台风哈尔集结在北纬 22.6 度、东经 115.4 度附近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。